好，那我们上次出的作业啊，矩阵的加法与乘法。那加法，加法这个解答过了吗？这个没有印象，看一下，谢谢。OK， 好，那应该有人写了，好，那我们先直接来，我自己写一份啊，然后让各位看一下这个过程。好，我们新建一个专案。好，那当然命令列的就可以了，就现在还没用到视窗啊。那就叫 matrix 啊，这就叫 matrix。啊，我这边我用 Visual C Sharp 2010，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的，那2012比较吃吃验。那这些有一些程式其实没有必要，然后像 namespace 啊这些的其实不见得有必要，但是你程式写大的时候就需要 namespace， 它就等于是函数图的意思。所以如果像你前面这个 using 啊，using 什么什么，然后如果你写了一个 matrix 的 namespace， 那你以后就可以 using matrix， 这样以后就可以重用这些函数库。啊，当然你还是要把程式放进去啊，没放进去它还找不到。啊，那有了之后呢，其实这有一些函数库我们现在没有用到，可以先砍掉。啊 ，OK， 那到这边其实你的 class 叫 program， 其实通常是主程式哦。如果不是主程式的话，通常就不要叫 program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写的是一个矩阵相乘啊。那既然我们已经会了函数，我们就直接写成函数的方式啊。那矩阵相乘有很多种做法哦，比如说像之前的，我们到底是想用传回参数的方式，还是我们想用第三个参数当成目标啊？那这都可以的。那我们先做一个用第三个参数当成目标的。那所以我就用 void， 因为不传回，不传回。那我们要写矩阵相乘，那其实我们先写个相加好了，先写个相加，那各位稍微熟悉一下。好 ，double 对，好，那语法记得是这样，好，那第一个叫 a 好了。那这里有个问题，我们是要做矩阵，所以中间应该要有个逗号，因为是二维的，所以这边有个逗号，就代表二维的。那如果两个逗号呢，就三维，三个逗号就变四维。OK， 好。那这里第二个参数我们是 b， 那第三个参数呢，我们就用 c 啊。那要做相加，相对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们只要用。I 小于 A 点啊 ，get less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看，我们先取得第零维的哦，第零维的就是列数哦，总共有几列？那因为 C sharp 是以列为主的的阵列安排方式的，那像马伦里它是以行为主的。这是两个有点不太一样，大部分的程式语言我看到都是以列为主的，那 RND 是比较奇怪的，就非主流啦，应该比较奇怪。好，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C， 这个就是取那个每一格了哦。一有不是二，因为零下来是一了嘛。好，那我就让 c i c 等于 a i c 加上 b i c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就应该做完。但是呼叫的时候要怎么做呢？呼叫的时候，举个例子啊。不要再用 ABC 了，怕各位搞混，所以我就用 SYD 了。我
维，我不确定哦，这样子到底是 S Y Z 都会是三二维的还是怎么样？但是我们试试看啊。那不过可能这样写不太好，还是得分开，因为我要设数值啊。那比如说这个叫一二，然后呢三四，啊，那这个 Y 呢？y 等于五六七八，好，那这个显然是对的。刚刚这里怎么没有？哦，有，好，我会自动改。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还要再宣告一个放结果的空间嘛，哦。Z 呢，你也可以照着这种方法写，然后，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用 new 的方式 ，new double， 然后呢，二乘二 ，OK， 好，这样就一个二乘二的二维阵列就出现了。那一定要 new 哦，否则的话呢，你没有 new 的话，就是它没有分配。空间给你，那就会出错，就不能使用。在 C Sharp 里面，new 就好像 C 语言里面的 malloc 是一样，然后 malloc 有那可能有很多同学，如果 C 语言没学好，也不知道 malloc 是什么，有印象吗？预借位元不是，是分配空间，分配空间，分配记忆体空间给一个指标，好，啊，那我们就呼叫一下嘛 ，ADD， 然后 SYZ， 好，这样子就做完，啊，那因为应该要写输出的，但是暂时先不写，因为我们会用 Visual Studio 观察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建置一下，填空，好，那就开始。加入中断点再执行哦，否则你会看不到结果。好，执行一下。好，那你会看到 ，OK， 执行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它告诉你 SYZ。OK， 那你看不到对不对？要点一下哈。SYS 是零一二三四对不对？好 ，Y 是五六七八，然后 Z 呢是六八十十二。啊，没错，六八十十二。那这里就是一个矩阵相加的做法啊，相加比起相乘简单的不少。那相乘的话，像就有同学在问，那相乘怎么写哦？你相加要用两个回圈嘛，两层回圈。那相乘其实还再多一次，就是说你要把列和行做乘法。而且列的每一个都要乘以行的对应那个，然后乘完之后还要加进去，对，所以你的回圈会变成三层。啊，如果你相乘没有用三层是很难写，啊，会很难写出来，所以要用三层的回圈。我们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。啊，那因为像这种程式我大学就已经写过了哦，那所以这入去之后都还会碰到，所以我写起来当然会比较快哦。那各位写起来一定要想很久，因为你还没有写过。好，那相乘怎么做呢？那我现在相乘有一个关键点是在啊，我这边先。我们有三层啊，那这里呢 ，Cij 一开始我们应该把它设成零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它一开始就有氢的话，很好了。啊，但如果没有氢的话，我们一开始应该把它设成零。而且呢，这里应该不能再用 J， 我是用 Code 嘛，对不对啊？而且这应该是 Get，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，这边用 A 点 Get Length 一，A。我们相乘之后呢，应该是以 C 为主，对不对？因为，比如说我是一个二乘三的阵列，那这个是三乘二的阵列，那乘完之后 C 会是二乘二，
所以我不应该再用 A， 因为 A 没办法决定它的大小 ，A 只能决定它第一的列数，但是没有办法决定它的行数，行数是由 B 来决定的。OK， 啊、哦，那事实上呢，一开始你应该先把 C 分配好才对。啊、哦，如果你 C 有分配好，那我们干脆按照 C 来决定也可以。OK， 那如果你一开始 C 没分配好，那我们就只能用 A、B 来决定。那以这个例子而言，我觉得还是用 B 哈，用 B 的 gain length 一，那就是 B 的一的列数，不是列数行数啊 ，B 的行数。那这样啊，比如说2乘3乘以3乘2的，那就变2乘2，所以3乘2那个2就是它的行数，所以用 B 的 gain length 一。好，那现在。K 呢，它会是 A 的第二位，对不对 ？A 的第二位，因为 A 的第二位一定要跟 B 的第一位的数量是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K 设好。然后接下来呢 ，C、I、J 啊，应该等于 C、I、J 加上哦，一开始清楚明白，接下来每次都要加上，加上什么呢？加上A I K 乘以 B K J， OK， 好，那这样子它累计的结果就会放到 C I J， 也就是你稍微看一下矩阵哦。如果我第一列乘以第二行，第一列乘以第二行应该放在一二的位置， OK， 好，第一列乘以第二行应该放在一二的位置。所以应该这样写。那我们把它做个乘法范例啊。那用先一样用 S Y Z 啊，用 U L S 哦，就不要用 Z 哦，我应该再弄一个。S Y Z W 好了啊，或 M 啦啊 ，M 好了啊，那就 S Y M 好，这样试试看。先建置一下，好，那建置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来执行一下。好，我们执行完，看一下 M， 啊 ，M 是19224350，对不对？你稍微想一下哦，因为你这样看可能会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。全部是弄成一整排的，搞不清楚啊！一二乘以五七，对吧？一二乘五七放在第一个，那一乘以五加二乘以七，啊，一乘以五是五嘛，二乘以七是十四，哦，所以19没有错，所以看起来是对的啊。再看一次好了，三四乘以六八，啊，三六十八，四八三十二。8加3乘2 50、哦、50，所以这也是对 OK、所以 OK 这一个程式如果你没写过，其实你是要想个大概10分钟到半个小时你才有办法写出来的、哦、那如果你写过可能有记忆的话就比较可以像这样子写、所以各位不要想说、我为什么快写出来，因为这种程式我写了好几遍，所以当然很快写出来了。那各位可能没有写好几遍，是第一次写，所以当然要想。好，那这个是有关矩阵相乘的程式哦。那建议各位还是写个程式，把矩阵给印出来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我转成自串，然后干嘛的啊、哦？那我这边就不转了啊、哦，就直接丢上去给各位，好，那公布答案啦、啊，就公布答案，那我就公布在这里好了，刚好把各位的概括，也不行，因为这样子程式码会乱掉，好，直接贴上去好，好，贴上去，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有点乱，没关系，我再放一半。上传档案方式，
在哪里？我看一下我的手机在哪里。CCC 的 CS 是 Matrix 啊 ，CCC CS 的 Matrix， 来，拿出东西，好，拿出等一下，CCC。这是矩阵相乘的解答。我名字跟他不一样，我叫各位写的是 Matrix as you will，那各位可以自己修改一下，我各位应该如果有去写的话应该已经写出来挺像的，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再参考一下我写的版本，大概这样就 OK。 那你先稍微想一想为什么矩阵相乘是这个做法，各位大概五分钟的时间，先稍微看一下程式，执行一下，想一想。如果还不了解的话，回去再花时间在这个程式上面。最好务必了解，因为矩阵相乘是非常基本的，而且在之后像演算法里面都还会用到。而且像我们现在的矩阵相乘呢，是花了大概 N3 方的时间，就是。N3次方的时间在做相乘，但是如果是在演算法的课程里面，它会教一个用 N^2.74 方的做法，是用 divide and conquer 矩阵先分成四半，这四半在每一个去乘，乘完之后再把它合回来，那个可以快一点，但是写的程式会麻烦很多。那各位会上很多课程。每一个课程其实都有它的用途和目的，那以演算法而言，它的目的通常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你的程式变快，更快。好，但是其实演算法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训练你怎么样子思考，用程式来写出一个问题，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。它其实还教了很多方法。那在我们系上演算法好像是一直是冯老师教的，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或者如果碰到什么问题，可以来跟我讨论。如果有算法的部分，各位现在还没有吗？那各位现在上过资料结构了没？正在上。OK， 正在上。好，那在资料结构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来跟我讨论，或者是用信息给我。